冲天酒，光着俩小脚丫，踩着俩风火轮，乾坤卷手中拿，混天绫护着他，轩辕剑满弓拿，两眼是照妖镜，双腿是追风马，乾坤卷伴着他，上天下海本事大，三头六臂显威力，千人百战都我发，有我的名字叫什么，哪吒哪吒小哪吒。第四集轩辕剑。那轩辕剑是天底下最沉最沉的弓箭。瞎说，轩辕剑是最最难拉开的弓箭，知道吗？那不就是最沉的弓箭吗？当然不是。当然是。不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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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我是大哥，我说是就是。大哥又怎么了？我说不是就不是，我是听大人讲的。谁讲的？告诉你吧，我是听爸爸讲的。下来，快给我下来。哎呀哎呀，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玩的？这么高的门多危险的，竟然还敢往上爬，太不像话了。我看你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呢？啊，你这孩子，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，那轩辕阁是家中的禁地，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。可你呢，偏偏不听我的话。记住，以后要是再靠近轩辕阁，我就把你关进黑屋子里。还疼不疼啊？疼，疼死了。以后可要听爸爸的话呀。妈妈，我想听轩辕剑的故事，听故事腿就不疼了。不行，我要听，要听。好了好了，你别闹了，我讲给你听啊。很久以前呐，我们的祖先皇帝跟一个叫蚩尤的敌人打仗，双方啊请了很多的神仙来帮忙，可还是谁也打不赢谁。后来皇帝就造了一个宝物，一张非常有力量的弓箭。妈妈，很沉很沉是吗？是的，很沉很沉的。只有皇帝一个人啊能把这张弓拉开。皇帝只用这张弓射了两箭，就把敌人蚩尤给打败了。那是不是放在我们家的轩辕剑呀？对，他在等待一个能拉开他的人。妈妈，我真的不能碰他吗？不可以的。好了，快睡吧，再不听话又要挨罚。Thank you.
资格，有资格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抓资格！抓资格！文太师，给我查出这支箭的来历，一旦查出，就地正法。这好像是轩辕阁中的轩辕剑，据我所知，轩辕剑一直保存在陈塘关李靖府上。什么？又是李靖竟敢刺杀寡人，真是吃了豹子胆了！去给我把李靖抓来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大王切莫着急，轩辕剑是世界上最沉的剑，好像还没人拉得动它。以李靖将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拉动此弓的，并且将箭射到遥远的朝歌城来，这其中必有原委。那他家还有没有别人能拉得开这轩辕剑吗？李靖家有三个儿子，最大的也不过十岁。我不管，申公豹，赶紧去过查。是。那轩辕剑异常沉重，从皇帝以后就没人拉得动他。相传如果谁能拉动着轩辕剑，谁将能拯救天下。拯救天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天下是我的，要他拯救，笑话，发现此人，格杀勿论。轩辕剑少了一只，是谁射的？哎呀，我都急糊涂了，你们怎么可能射得出那轩辕剑？爸爸，是我、啊、是我、真的是我射的轩辕剑。不许捣乱，我们大人说话，这儿没你的事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要严加防范。爸爸，那只轩辕剑真的是我射的。爸爸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轩辕剑丢失事关重大，要把好陈塘关的每一个关口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。大家一定要仔细查找，只要有线索立即向我禀报。爸爸，我有线索了，我要禀告，我有线索要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小孩子休得胡闹，还不快快回屋去。谁胡闹了？我真的有线索要报。那就快说。那线索就是我射的轩辕剑。岂有此理！瞧你还没那张弓高呢，就说自己能射箭了。小小的年纪也学会说大话了，哼！我没说大话。好小子，不让你蹲几天黑屋子，你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去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哼！光上下我全查了个遍，没发现那只轩辕剑呢。老爷，再去查找。是。丢失了轩辕剑，这可是死罪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，天天守着，一刻也不离开。哪吒，孩子，快，给你趁热吃吧。肉包子。夫人让你听话啊，等明天老爷气儿消了，就来看你了。不放我出去，我就不吃了。哎。爷爷，您还是把门打开，让我出去。爷爷，爷爷，
你才是老鼠呢，我可不是。不是老鼠？那你说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在你刚才眨眼的功夫，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小猪熊，怎么样，挺好听的吧？你有名字吗？我可会起名字了，要不让我也给你起一个吧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名字啊？告诉我。我有名字，我叫哪吒。啊，这个名字真好听，我也正想要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呢。怎么了？瞧你的样子好像很不开心似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相信我会说大话吗？说说看吧。那只轩辕剑真的是我射的。这算什么？我也可以。你说大话。啊，剑法太精妙了，要说剑法最好，全天下非大王莫属啊。我的剑刚射出去，射没射到还不知道呢，你就说精妙。大王的剑法举世无双，您要是射不到，那是因为您不想射到。报告大王，您刚才射到的不是梅花鹿，而是一个正在收拾猎物的奴隶。高高高高，我就说大王的剑法高超嘛，没射中梅花鹿那是因为您不想射到啊。那个奴隶躲到哪儿我们都没看见，连没看见的东西您都能射到，大王您说您高不高啊？啊啊，来人呐，把这些奴隶赶到林子里，看谁能够荣幸的被大王射死。好了，现在沿着这条道一直跑到林子里。好，快跑，快给我跑啊！跑吧，快呀跑。大博士，我看他们一定不如你跑得快，你也跟着一起跑吧。大博士，快点跑，快跑啊！报告大王，前边发现梅花鹿群。好，过去看看。怎么样啊，大国师，大王的剑法不错吧？啊，自作自受，活该。哎呦！啊，纣王他好威风啊！我看你真是鬼迷了心窍，为了他去变美女，值得吗？万一他不喜欢你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也愿意，我就是喜欢像他这样有力量的男人。还是当狐狸的好，把自己变来变去是很危险的。老爷，还是没有轩辕剑的下落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老爷，会不会真的是哪吒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也不想一想，哪吒他只不过是个几岁的孩子。尽管作为妈妈，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之处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我们的哪吒确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哪有怀孕三年不生的呢？而且生下来就能满地乱跑。夫人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可千万别是哪吒呀。我坚持不许他习武，就是怕他哪天会闯出什么祸来。如果真是哪吒射出的轩辕剑，大王知道了一定会要哪吒的命的。这么说你也有点相信是哪吒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可假如真是哪吒，那我们家就永无宁日了。
老爷，哪吒是我们的儿子，有些事情是逃避不掉的。哎，这个孩子。走，带我去找你爸爸说理去，不就是轩辕剑吗？我射给他看。爷爷。嗯，哪吒，老爷叫你呢。爸爸妈妈终于相信我了。爸爸妈妈，我来了。孩子，我再问你，那箭是你射的吗？嗯，哪吒，轩辕箭可是世上最沉的弓箭，得十多个人一起使劲才拉得开，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说实话，我没费太多力气，就这么一拉就拉开了。不信，我再拉一次给你们看看不就行了？要是我拉不开，你们再把我关进黑屋子还不成？嗯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可看好了。正向我们飞来。哦，把哪吒关进黑屋子，快！为什么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少年英雄小哪吒。上面他比天要高，下面他比海更大，只可妖魔小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。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。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